大飛我天啊！今日翻榴蓮，哇！喺出邊好虛冚，虛冚兩三日啦。美國參議院出咗個法案，咁我當然我知道一定係共和黨、民主黨對中共嚟講就係進三退一，即係進三步，跟住拜登啊想辦法褪一步，從來都係咁。但係共和黨對中共嘅政策，就係會一挺到底，呢個就係民主黨同共和黨嘅分別。當然唔單止係民主黨，最重要係拜登呢個人。拜登呢個人，佢哋本身係真真正正喺度頂住咗美國對中共嘅打擊。雖然你見到佢哇好狠喎，唔係，其實係兩黨共識，係一個美國官僚體系所造成嘅產物。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大家都熟悉啦。之前佢好怕特朗普個女伊曼加挑戰佢，結果特朗普轉移支持佢。佢喺尋日宣布佢有一個提案出嚟，就是要求美國政府考慮是否否認香港駐美國經貿辦地位。香港駐美國經貿辦而家在美國享有多項外交豁免權，實際就是等於一個外交使館。如果香港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話，事實上美國因為聯合聲明，因為要扶植香港，給了最優惠待遇香港那麼久。事實上在國安法成立之後，跟住見到香港開始瓦解公民社會，美國已經有一種呼聲，甚至直接咁樣取消咗香港最優惠待遇。當日我哋記得周騰華，佢點講嘅？最優惠待遇係我哋嘅基本法俾我哋嘅，結果成為咗一個爛笑話，取消咗優惠。最優惠待遇，甚至將香港已經視為中共的一部分，而實際上亦都真係中共的一部分，因為一國兩制模糊咗。喺呢度，盧比奧話：香港經貿辦已經成為中共嘅喉舌，我建議將佢剷除出我哋嘅國家。法案一旦獲得參眾兩院通過，美國政府就要喺30日後決定是咪繼續俾香港經貿辦特權地位？如果決定唔連續嘅話，香港經貿辦就要喺六個月之內撤出美國。而英國民間組織香港監察今年十月發表嘅報告，批評香港駐海外經貿辦為中共代言，更加要求各國政府重新檢視香港經貿辦嘅地位同埋特權，終止同經貿辦合作，甚至關閉經貿辦。呢、這個就係而家嘅香港點樣講好香港嘅故事。當美國出任何法例嘅時候，咁我哋香港就會直斥其非，俾你就係你嘅，唔俾你你都吹佢唔漲。香港呢個國際金融城市就係吸引全球嘅資金嚟，但係你連一個所少少嘅經貿辦你都做唔到，維持唔到，而最重要嘅美國打響呢一炮，其他有幾多個骨牌效應出現？李家超，甚至香港政府點樣回應？如果回應得切嘅，今晚一人唔收聲，同大家講清講錯。我冇諗過香港的國際地位在國安法之後，在疫情之後變成這樣。更重要的，我見到我們這班官員還在沾沾自喜，日日背靠祖國。你背靠祖國做什麼國際城市？祖國需不需要複製多一個深圳和廣州？不需要，他們需要的就是一個有正常功能的香港。所以你見到近期很多的法案，包括對周幸彤、對黎智英
對六一二都有一啲開放式嘅事情。當然，我嘅老同學佢都同我講，叫我小心啲。但我總相信香港一定會有某程度嘅言論自由嘅。拜拜。